我们高山高丽菜园。高丽菜园。高丽菜。不知道我们自己采菜吧。走吧，我们去看看。高丽菜是越冷越好吃，因为高山日夜温差大，还有一些雾气啊，还有比较脆啊。我们往这边。很大片。等一下，我们会有游戏规则哦。你们很爱玩游戏呢。哇，这里 view 也太好了。对呀，这里 view 很棒哎。那边看得很远，很漂亮。所以那个是中央山脉，应该是雪山。雪山。雪山山脉。我们就在那对面啊。我可以叫看到他们哎，对耶，真的，就是我们在那边啊，在那边露营啊，咖啡色的那个帐篷。Hello， 喂 ，Go Go Go， 要转弯了，哇，很陡哎，对，手要扶好，哇，好陡啊，要不然你会往前溜，往前面溜。哎呦，我们现在走到这个五蝶廊道的入口了。你看得上去吗？等等哦。对，可以上去。天哪，真的太恐怖了！不要担心，他是法拉利，他很厉害。你好像在开玩笑哎。好，现在我们要走这一条叫做五蝶谷。这个太小了。不会，不要紧张啊。我们有法拉利。等一下，我觉得。我们有法拉利，不要紧张，扶好。过往即逝，今天留下来未必更好。我没有，我没有这样过。我太可怕了，你在这个路，我没有办法专心听你分析。我好想拍这个路。我们的车子真的是在一个石头的边缘，真的很怀疑它可不可以开过去。什么？还有雨鞋？对。我走最后，我走最后，我就没有走过去。你不要害怕，这边待会就是你们要采的高丽菜。嗯，来看一下这一位姐姐，这个是我姐啦。要踩到她的体重吗？的十分之一就可以了，跟我差不多。比较高，应该50。58。我不知道，不能说。我们分成两组，然后最接近的那一组就获胜。获胜有什么奖品吗？高丽菜就是你的啦，高山高丽菜，脆又甜。那输的呢？输的就。这里这么乱，应该要整理一下嘛。这怎么整理？黑白一样的一对。哦，一对。好了，那这边我们上去。我是 OK 了。你说要摘到就是超过十分之一的重量左右，最接近。你们先讨论哈，我们就直接先开始了。小心。哇，他直接来，你要挑一颗啊，你赶快，我们还在带装备，他已经去接了，真的。谢谢。我们要用哪一篮？这里啊。走开啦！啊，我们要用哪一篮？我想用那一篮，被他拿走了。哦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就再挑一篮。我连戴了袖套，手都酸。这个我放。要帮忙吗？太好了，快好了。对。已经到目的地了，那我今天要拜托你们两位帮我完成20棵草本植物，这个叫做龙船花，那这个是属于草本的，那这个植物种下去一年它大概就长那么高，对，然后这个花是凤蝶在吃，另外有2棵乔木型的小小棵，然后会种在旁边那边，我们先挖一个洞，用这个挖一个洞，因为它有石头嘛，对，如果根已经有盘的太多的，稍微把它拉一下，不能让它盘根，然后你们挖的洞呢，就把它放进来，土的高度要高过这个一点点，然后放进去以后呢，就用这个把它推啊，这个爬一点，然后最主要就是用脚去把它两边踩一踩，把它踩扎实啊，这样就完成一颗了。哇，这边感觉是石头哎。哦，我看看，是不是？哦，我看看。是不是？我看看，可以用这样的哦，这样会比较省力。悄悄看它。对 ，OK， 好。谢谢。哦，这样可以了。好。会。对。